不是明朝的万历，是当了45年的皇啊！国库空虚，百姓独担赋税。我告诉你们，只要朕还是皇上，任何人不管谁干扰新政的推行，朕绝不让步，绝不姑息。哪怕是得罪了全天下的读书人，朕也在所不惜。你们也配说天下太平？